弟兄姊妹们，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感谢神使用了这个活泼的生命，使用 QT 这样的一个节目，要来祝福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有上帝的话。感谢神，愿赐福我们每一位忠心渴慕的人。相信今天神要透过今天的经文，一定会对我们说话，让我们预备心。以斯拉记第八章21-36节。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所以我们禁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我分派祭司长12人，就是示利比、哈沙比亚和他们的弟兄10人，将王和谋士、军长，并在那里的以色列众人为我们神殿所献的金银和器皿都称了交给他们。我称了交在他们手中的银子有650他连德，银器重100他连德，金子100他连德，金碗20个，重1000达利克，上等光铜的器皿2个，宝贵如金。我对他们说，你们归耶和华为圣，器皿也为圣，金银是甘心献给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的。你们当警醒看守，直到你们在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库内，在祭司长和利未族长并以色列的各族长面前过了秤。于是祭司、利未人按着分量接受金银和器皿，要带到耶路撒冷我们神的殿里。正月12日，我们从亚哈瓦河边起行，要往耶路撒冷去。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我们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3日。第4日，在我们神的殿里把金银和器皿都称了，交在祭祀乌利亚的儿子米利卫的手中，同着他有菲尼哈的儿子以利亚撒，还有利卫人耶稣亚的儿子约萨拔和宾内的儿子罗亚底，当时都点了数目，按着分量写在册上。从鲁道之地归回的人向以色列的神献燔祭，就是为以色列众人献公牛12只，公绵羊96只，绵羊羔77只，又献公山羊12只做赎罪祭，这都是向耶和华焚献的。他们将王的谕旨交给王所派的总督与河西的省长，他们就帮助百姓，又供给神殿里所需用的。以斯拉真的是一位敬虔倚靠上帝的人。当亚达薛西王允准他们要回到故土的时候，有1000多个人回去。这一趟旅程也是一个照统计大概是40天之久，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未知的，充满了风险的，而且他们身上又带着大批大批的财物，是一个极度冒险风险的一段旅程。而以斯拉在这里，他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就是21节这里说的，当他们要出发之前呢，他说，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
都得平坦的道路。啊，以斯拉知道这样的一件事情非常的困难，难度非常的高，他就依靠神，抓住神，他向着所有的会众呢宣告一件事情，就是宣告我们要禁食。而在这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他们禁食多久，禁食几餐，禁食几天啊，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禁食。禁食的目的是为着什么？我相信就是为着祷告，为着寻求上帝的帮助。那这样今天我们来看，我们需要禁食吗？我相信仍然需要的。以斯拉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当我们遇到又大又难的事，我们不是只是想到用自己的方法啊，只是用寻求许多人的帮助，更重要的是我们刻骨己心，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求神的面，寻求上帝的帮助。我们甚至祷告到一个地步，我们禁食。好像我们这个社会上有人为了要考试，为了要求一个很好的职位，或是要考上一个很好的大学啊，我们常常用一句话叫废寝忘食。我相信废寝忘食用在今天神的儿女们，当他们要专心寻求神的面，寻求神的手，寻求神的帮助的时候啊，我想废寝忘食也是很合适用在我们来寻求神。所以以斯拉面对一个前面一个那样的一个不确定风险难度那么高的一个使命的时候，他说我祷告，我不仅我祷告，我要求我们全体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同心合意祷告。不仅祷告，让我们祷告的更专心，我们不分心，所以我们禁食，我们可能一餐没吃，两餐没吃，我们就是专心的来祷告上帝。所以今天凡是神的儿女们，如果我们面对我们的服事，面对我们个人的一些的突破啊，一些很重要的抉择的时候，家庭的危机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心态，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真的我们禁食，我们不仅禁食，我们邀请我们的家人同工们一起禁食。而禁食不是一个例行公事，禁食乃是真的看见这件事情的重要性，迫切感，所以我们真的专心的来寻求上帝。禁食不是为着减肥，禁食乃是真实的我们同心合意，在神面前刻苦己心，在神面前我们愿上帝的旨意成就，愿上帝的手来引导我们，让最终让神的旨意成就。感谢神，让我们真的可以如此的来学习，好不好？如果在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需要可以如此行的啊，我们一起来学习。感谢神。感谢神，我们看到以斯拉，他真的是一个依靠神，非常敬虔、非常谦卑的一个人。可是另外一方面也很特别的是，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很有信心、专一依靠神，而且相信神会帮助他的人。啊，我们看到在这个第22节呢，以斯拉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信心的举动是什么呢？这里我们来看他说什么。他说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哇，我就看到以斯拉他怎么会有这样的信心，他对上帝怎么会有一个那样子的一个信心，一个敬虔的一个后代呢？他会甚至跟王说什么，跟王说你不需要派步兵马兵在沿途上来保护我们。那如果我不知道
当如果以斯拉向他祈求的时候呢，这个王会不会答应是一回事情。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是以斯拉他主动的，好像是主动的对王说，你不需要给我给派这些兵马给我帮助，因为我相信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会差派他的使者在我们所行的路上保护我们，与我们同在。上帝，以斯拉竟然相信一个看不见的神，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力量来保护他。我不知道如果那个时候是王主动提出来说，啊，我不仅你们去，我还是派兵马来保护他，如果是我的话，我想说感谢上帝，这一定是神听了我们祷告，神差派了这个君王派的马兵来保护我们。我想我们是感谢赞美都来不及，我们就相信神真的是供应我们的神。我不知道在那个时候竟然以斯拉会有一个那样大的信心说，我不需要这些地上的兵马的保护。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意外，他会有那样大的一个，而且真的让兵马，地上的兵马，王的兵马来保护，他会觉得羞耻吗？这里他说羞耻，好奇妙的一件事情。他认为以斯拉是很单纯，相信如果是神开的路，神要负责到底，神一定会带领到底，我不需要这个主动的或是被动的接受王派军马来帮助我。哇，我就看到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信心。可是他有，虽然有了一个这样的信心，可是他知道如果这个信心是出于神的，而这个信心要真的能够成就，他不是认为他可以靠他自己。圣经说什么？圣经第23节说什么？他说，所以我们禁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的祷告。当他对着人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他知道，哇，上帝啊，我这个信心，我相信是你喜悦的，是你给我的。可是这个信心的成就呢，只有你可以成就了，只有你可以在这个路上真的可以派天使天君保佑我们。你想，他们身上可能带的是多少的黄金，多少的这些银两，会有多少人觊觎这样的财物，在这个路上来攻击来打击他们。可是他全然的透过禁食，透过祷告，他相信这一路上上帝你一定会应允，你一定会负责任。我觉得不管我们的信心多大，我们最终要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得到成就，我们需要禁食，需要祷告，需要专一寻求神的帮助。或许如果你有更大的信心，那个信心的背后，你要更多的抓住神。神是你和我的帮助，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有最奇妙的供应。感谢神，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天父上帝，我们今天在以斯拉他这样子的一个信心的行动，实在让我们有很多的开启和学习。求主帮助，让我们都有以斯拉这样的信心。我们单单的寻求你的帮助，单单的相信你的帮助。主啊，因着又大又难的事的时候，主，我们愿意专心的寻求，刻苦己心的寻求，来自于禁食再禁食的，我们就是说，主啊，你若不帮助我们，我们走不下去。主啊，你是怜悯的神，你是听祷告的神。就让我们在禁食祷告专心寻求你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惊艳到你听了我们的祷告，你是帮助我们的上帝。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